念他的名字为一心好，因为那个字很像心。对 ，OK， 你的麦开了没有？再试多一次。对，再起。哦，好，再多一次，再多一次，还是没有。听他唱，对，完了，我听。所以今天呢，他的麦就不用有，他直接这里这样唱。哎，啊，有了，哎，有了，我一讲讲变好了。OK， 哇，这位啊。他真的歌声非常的好，如果你们没有听过他唱歌的朋友呢，待会要好好听一下。当然其他的也很好，他为什么会让我注意到他？因为他每一次自我挑战，今天带来这首歌一次比一次难，今天要带来这首哇很难唱的一首歌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沉默的羔羊》，双天至尊1993年的主题曲。对，非常高音，非常高，挑战挑战一下，挑战挑战一下。所以我想听他这个沉默羔羊唱出来是政治化的味道，还是他自己的味道，还是那个 OK 就是原唱的味道，可以了吗？歌颂完了吗？好了 OK 的话，掌声鼓励给我们的 Max Lee， 加油加油！老师在的，哪里可能不加油？加油！干哪？我总是沉默，沉默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愤怒。当冰结淹没我的时候，我一个人痛。幸福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哲学。却无法解脱。我不是沉默的羔羊，我有话要讲。给我一眼就让我有勇气向你吐露我的悲伤。我不是沉默的羔羊，我也有梦想。到明天太阳升起，照在我的脸上，我一样的。是一种传说，当疲倦越